把人家当个傻子啊？那人家这样不会，那样不会啊？好，可以了。这个膜不给他下掉吗？膜送给他，送给这里，送给他也别放在上面。一卷膜不要给人家。给他，我是说你给他下掉，你再给他。再要轻一点。那别下呀，我没那么快的。刚好把这一幕拍上，你妈给他删了，真的取不下来了。等一下。